姨娘，嫂子。妈，昨天我和燕西回了一趟娘家，事先也没向你通报一下，我这来给你请罪了。你母亲她好吗？她挺好的。回就回了。咱们家的规矩，可能你还不太清楚吧？想做什么，要明说，不要遮遮掩掩的。我知道了，妈。今天当着各房的面，我再重申一遍：凡逢年过节，女眷外出，必须报上房批准，违者要重罚。那昨天晚上的事儿呢？念清秋初犯，而且是和老七同行的，下不为例吧。妈，你是不是忒偏心了？同是儿媳妇儿，为什么七少奶奶犯了家规您不处置？往后我们也来他个初犯，您是不是也一视同仁呢？妈，既然我违背了家规，你要是不处罚我，恐怕众怒难平。我甘愿受罚。妈，我们家的规矩是不是应该改良改良了？为什么女眷出去就要受罚，男人出去吃喝嫖赌就理所当然呢？在西方国家都提倡男女平等，女性优先。就是啊，那多自由啊！起来，起来。这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否则，每个人都依着自己的性子，还不全都乱套？我的话还要怎么改吗？就是改，也用不着你们来告诉我。哟，怎么了？小嘴儿变成猪八戒了？别闹了！是谁如此大胆，敢惹我们家七少奶奶生气呀？我倒是问问你，三嫂干嘛总跟我过不去？这里面有什么过节啊？过节？谈不上过节吧，大不了看母亲对你太好，嫉妒罢了。不会那么简单吧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想那么多了，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玩。不去，别又违反了你们家家规。什么家规不家规的？走，我带你出去散心，啊，行吗？你还是跟我说一说，三嫂是不是跟我有什么误会啊？是吗？我怎么没发现啊？她是不是有个表妹，叫什么秀珠？那你是不是跟他有什么关系？谁跟你说这些的？你别管谁说的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吃醋了？我还没说什么呢，你就说我吃醋了。分明是你心怀鬼胎吧？我金燕西这个人做事向来是光明正大的，这你看见了。再说，过年的时候说这句话多不合时宜啊。所以，我决定了。带你去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玩。
大家都是老朋友了，不用介绍了啊，坐吧。各位好，这位是新少奶奶吧？邱小姐，七爷很久不到这儿来了，今天来大概是为了化妆舞会吧？不知七爷化了什么妆？啊，我们今天来是看热闹的，并不是跳舞来。你这样好像是你太太不让你跳舞一样，是不是呀，七少奶奶？是啊，我们的七爷原来可不是这样的呀。哎，既然是化妆舞会，就应该化了妆来跳舞才有意思。但是我们什么都没准备啊。这很容易，我有几个朋友带了很多化妆的东西，如果七爷愿意，我可以帮你介绍一下。秋，既然是秋小姐让你去化妆，那你就去吧。你陪我去嘛。我就不去了，你去吧。我也不会跳，我就在这看你。那就麻烦二位照顾一下青秋了。恭喜你了，青秋女士，你可真是好福气，能找到我们七爷这么一位风流才子。谢谢。你走这么快干嘛？地这么滑，当心别滑倒了。啊，这没什么意思，我们回家吧。既然来了，怎么能就这么匆匆的走呢？可能是好长时间没有跳舞了，已经不太习惯了。我明白了，大概是这里的女朋友太多，你不能不应酬，应酬了又怕我不高兴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别乱想了，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。没关系，你爱怎么应酬就怎么应酬，我可不会管你的。这儿朋友真是很多，应酬也不是，不应酬也不是，多麻烦呀。那还是再坐一会儿吧，既然来了总不能匆匆就走吧。好了，如果你愿意多待会儿，我就陪着你。你看对面那个漂亮的小姐是谁啊？她怎么总看着我们？她遮着半张脸，你怎么知道她是个漂亮的小姐呢？先不管她漂亮不漂亮，我问她是谁，你干嘛不回答？在这儿不方便说，回去告诉你。我就知道这里应该有缘故。有什么缘故？不过既然碰见了，我应该过去打招呼，一会儿就回来。
过年好。七爷爷过年好啊。好久不见了。哟，原来你们在这儿约会呢。说什么呢？真巧啊，我一个人来，一会儿倒遇着你们三个。行了，那你们聊吧，我先上去了。怎么了？见到你的朋友了？已经打过招呼了，走吧。七少爷。谢谢七少爷。七少爷，七少爷慢走。你这大爷脾气什么时候能改啊？我又做了什么事儿让你生气了？刚才你干嘛给他那么多赏钱啊？过年嘛，再加上我身上没有零钱了。平常也是给那么多吗？平时也可以少给点。你看看，你这不是大爷脾气不是？既然能给少一点，你干嘛给那么多啊？大年三十那天急着用钱，到处去借，现在借到了，你就这么胡花？你还以为底下的人不知道你七爷穷啊？其实他们知道的恐怕比我还详细吧？嘘，你只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。等会儿，你不要命了？开这么快？七少爷，您不知道，大爷在家等着要车子呢。今天晚上估计我是睡不成了。小莲，你到底是去不去啊？人家可等着你呢。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。七少奶奶，您千万别为我着急。您说我去了又怎么样呢？我去了就带给他希望，可是接下来就是更大的失望。那我不是害了他吗？凤菊老弟，哎呀，曾次长，怎么样？这几天很快活吧？哎，有什么好玩的？哎呀，别提了，这两天啊总是出乱子，尤其是前左两日。我也略有所闻呐。哎，总理对这件事很不高兴，是吗？次长怎么知道的？我就是为了这件事儿，请凤菊老弟过来商量的。因为总理有一封信给我。不能不请你看看。
曾次长，我原来是调解委员会委员，又是参任上任事，虽非实职，但是一个月倒也有六七百元，而且所在别的地方也有兼差。要是照父亲的话，非实职人员可随时免去的话，这一起免起来，我一个月到哪里再去找这些钱呢？哎呦，这岂不糟透了？曾次长可有回家复的信呢？我说你老弟是怎么搞的？惹了大祸了。哎，我正是为了这件事儿，请你过来商量的。要是照家父的话去办的话，我可完了。所以，无论如何，请曾次长帮个大忙，先不要对总长说。对总长说了，那可是不会客气的。总长也不能违背总理的手谕，难道我就能不理会吗？话不能那么说，这事儿呢，先不通知总长，有劳次长先亲自跟家父说一说，就说我公事办得很好，何必把我换了呢？我想家父不至于深究的。要是碰了钉子呢？不至于，总是不至于的。我也不能说就拒绝老弟的要求，这个也只能说是谋事在人了。这么说，成事在天？我会极力去说的啊，要是不成的话，我再替你想法子。既然这样，咱就趁热打铁。这个时候父亲正好在家，有劳次长亲自对家父说一说，然后晚上我再来听信儿。为什么这么急啊？哎呦，曾次长，你是不知道，我现在是公司交迫，能解决一项就是一项。那好吧，我马上去一趟，不过我白天恐怕回不来，你晚上听我信儿吧。大少爷回来了。哎，那是曾次长的车吧？对，曾次长刚走。德海，你等我一下，换套衣服马上下来。好嘞。你爸也是为了把他调开，省得他一天到晚不着家，老惦着姨太太那边。怎么这么说话？失去工作，上海那边有一个案子需要他去办。既然爸爸妈妈已经决定了，我也没有什么意见。不过我老是担心他老毛病不改，你说到了上海那种花花世界，他更没什么顾忌，还不一定闹出什么乱子来呢。这一层你不必多虑，我自有办法约制他。既然爸爸已经考虑得很周到了，那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谢谢爸爸。那你就回去给他收拾收拾东西吧。哎，那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嗯。你是不知道，这里边有很多蹊跷呢。我知道，凤菊并不是这件外交案子的主管，现在却让他去，也许是老部下对我的关照，也许还有别的意思，都不好说。那把话说开了不好吗？我听说白崇禧暗地里和哪个国家的领事在接触，商量什么不清楚。你知道，现在主持国家的人总要有点国外的背景支持才可以。他背地里已经在动作了。所以我才将计就计，凤姐去也好，正好可以知晓一点实情。但愿能如你的愿呢。曾次长，这么晚来找你，打扰了。哪里哪里，老弟，恭喜了，事情不但给你遮掩过去了，而且还可以借这个机会给你加官进爵呢。有这么好的事儿？这是事实啊，我怎么会拿你开心呢？来来来，快请坐。不单不受罚，还要加赏。这个人情讲得好啊，不知老兄你用的是什么法子？其实啊，这个法子也不是我想的，全是你老弟的运气好啊。我还没有到府上去之前，总长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
说是上海那几件外交的案子要马上办，让我晚上去商议。我知道部里要派几个人到上海去，就对总理说，部里所派的专员有你在内，而且呢，你对那件案子很有研究，现在可不便换人。总理先是不愿意，后来经我再三的游说，总理啊默认了。后来我跟总长又这么一说，这件事啊就算是办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怎么愁眉苦脸的？这是好事儿啊，还有什么疑问吗？你知道了。依我看呢，你应该去，要是不去啊，除非是傻子。这倒奇怪了，说一声要走，感觉有许多事情没办，可是仔细一想，又没有什么事情。你有什么事儿啊？无非是放心不下那位新姨奶奶呗。你放心去吧，你有一帮狐群狗党呢，他们会替你照顾好一切的。你骂我就是的了，你连我的朋友也骂上，做什么呀？你要是走了，是你那位姚姐的幸事儿，要不我早就要去拜会你的小公馆了。你这一走呢，我就把这事儿先搁下，等你回来我再跟你算这笔账。干什么呢你？又想什么馊主意对付我呢？好了，我惹不起你，我躲着你还不行吗？就怕你躲也躲不掉。哎呦，你为什么每次来都鬼鬼祟祟的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？你呀，也不用生我的气，这两天之内我就要避开你了。什么？你要走？你要走就走呗，你以为我是三两岁的孩子，还怕你吓唬我？就算是吧，如果我不来吓唬你，你怎么会讨厌我呢？你等等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父亲啊，让我去上海办一件事情。去上海？那不是到了我的老家了吗？我跟你一道去。哟，这怎么行？父亲知道了一定会不高兴的。嗨，你何必跟他说呢？人不知鬼不觉的，不就去了吗？不成不成，这种事情无论如何保不了密的啊。你要走就走吧，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，你会讨厌我，逆反我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？好吧，好吧，我回头啊跟父亲再商量一下。嗯。嗯。燕西啊，燕西，你就站好了，别动好不好？这么冷天，你能照出什么好相来？哎，静静。就是因为你说话，刚才那照片拍的不好。啊。怨我，大哥，快屋里坐吧。啊，不了，我找老七还有点事儿。哎，好，小心点啊，别把这胶片弄坏了。哎，走。哎呦，大哥，瞧你什么事儿急成这样？先到屋里说，走，走。老七啊，嗯，父亲昨天让我去上海一趟。哎呀。晚香那里呢，跟我闹了四五天别扭呢。我这一走，我怕他有别的想法。嗯，你呢，找到宝善去跟他解释解释。至于那边的费用，我哎，别给我提钱啊，我自己还缺着呢。其他的方面我倒可以帮帮忙。又不是要你替我带点，不过是最近这一两个星期呢，你呢，给他一些零用钱就是的。嗯，那能有多少？花不了多少钱。要是你真的困难，你就去找宝善，他呢会帮你筹划筹划，不至于坐视不管的。哎，这倒好说，但是你这一走，他万一和他的娘家人联系在一起，做出什么不体面的事儿，以我的社会地位，我可不会去干涉的。嗯，
如果他真这样做的话，那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当然，他也不会那样做。嗯，大哥，你这走是一定要走的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来办就好了。嗯，我尽量维持到平安无事就好。那这样最好。嗯，我到了上海以后呢，要是筹到款子，我会划一笔到宝善那里。嗯，只要相安无事，日前多花我几个钱倒是不在乎。嗯，剩下的事儿我来办就好了。好，那我就去收拾东西了。嗯，你呢？事情就是这样，把持好就可以了。拜托了，小心点。哟，今天晚上是哪阵风把你给吹回来了？你还没睡呢。等你呢，爸爸已经派人来叫过你好几次了，你快去吧，有好事等着你呢。爸，妈，你这倒成了塞翁失马，未使非福了。我的意思是要惩戒一下你，并不是替你想这么出路。偏是你的上司又都顾了我的老面子，极力敷衍你。我要是不答应，人家又不明白我是什么意思，我也只好再试验一次你，看你的能力如何。这件事情再考虑一下吧。做了几天外交官就弄出这种口头禅来，什么考虑考虑，你只管去做就是了。谁敢说办什么事对什么事都有把握？好在又不是你一个人去，多多打电报请示就是了。我叫你来并没有什么事，我早通知配方了，要他将你的行囊准备好，趁明早的通车你就走。我还有几件小事交给你顺便去办。来。不必问了，大纲我都写在字条上，至于详细办法由你斟酌去办，我要看看你的能力如何。这马上就走是否太仓促了？有什么仓促的？你衙门里没有什么事情，家里边也没有什么事情，你所认为仓促的无非是又怕耽误了你玩的时间。我就怕你因玩误事，所以让你这样快走。你父亲要你今天走你就今天走，要你明天走就明天走，难道你还有什么大事不成？就是有，我们给你办。是是。哦，还有一件事，就是现在的案子千万不能出差错，你不能让别人看着你的失误，让别人来诘责我。我明白。尤其不能乱讲话乱表态，还有白雄起的人要格外的加小心。嗯，好的，我明白了，那我先去准备一下。好。恭喜啊，要荣刑了。不是我说你，你真是有点吃里扒外。老人家给我出这么一大难题，你不但不帮我，还把老人家给我下的命令对我瞒了起来，弄得我现在手忙脚乱，说走就走。哎，这件事情啊是有点不对，不过呢你也得想想，我要是事前通知了你，你不知道跑到小公馆里要扔下多少安家费呢。我只不过把命令压后了一会儿，就给你省了多少钱呢？你厉害。厉害？我厉害的招数还没使出来呢。这一招我虽然杀你个攻其不备，但是我知道你就是到了上海，你也会托你那些朋友去照应小公馆的。不过我告诉你，你最好别让我知道，你要是让我知道了有人照应他，我非跟这人没完。你这就言过其实了，
我知道今天走又得了消息，到现在还不到一点钟。哎呀，这会儿功夫你让我找谁去？这会儿功夫你是不能找谁呀、啊。不过不等到了上海，这一路上你就得写信给你那些朋友们。你看你自己都忍不住乐了。好好好，就算你猜中了，猜中了。现在时间不早了，不谈这些。你把东西让我看看，看看落下什么没有。放心吧，你这东西呀，一件一件的，我全都给你收拾好了。其实啊，只要你正正经经的做事儿，我是一定会好好伺候你的。总算你办事还得力。哎呦，乖儿子，让爸爸听听。哎，你说这是个儿子呢，还是个闺女啊？讨厌，不用你管。不过你到了上海，给我买什么好东西呀？哎呀，当然要买了，只是多少还不能确定，要看我手边经济情况如何。要是我手里不太宽裕，也许要从家里再拿点。什么？你还要从家里拿钱？照你这么做事儿，家里多少钱够你赔的？您瞧，我又说错话不是？您多包涵，我这就走。您多包涵啊，多包涵。大哥。啊，到了上海可一定要注意眼睛，不要得了红眼病啊。哦，上海最近在流行红眼病吗？听他胡说吧。幸好是你去，不是彭振，要是他去的话肯定会得上这种病的。好了好了，你们都回去吧，我们走了啊。走，一路上小心啊。好，嗯，慢点啊。上海那种地方可不是乱玩的，上了拆白党的当，花点钱是小事儿，弄出乱子来可不好收拾呀。这种事儿还用你教我吗？难道我还能上了别人的仙人跳吗？堂子里也不许去，你要是得了一身脏病回来，我可不许你进我的房啊。燕西，隔壁那几个你认识吗？认识一两位，其中有一位是非常显贵的人物。哦，你又打什么主意呢？我虽然不像你想的那么正经，但也不是见了什么女子就打断念头的人。再说了，隔壁一车厢的人，我就是再大的胆子，我能怎么样？没话说了吧，大哥。你走了之后有没有什么事儿交代我去办啊？啊，现在也想不起什么来。哦，有什么事儿到上海再给你写信。嗯。闹什么闹？小猪，燕西，你看看这些人，真是太讨厌了。你也送人吗？是啊。你要去哪儿？我送你。你慢点，欢迎大嫂来。不，向小姐来，明天。所以你看，你看这个，这个多少钱呢？得30块钱。我来。哎，不用了，今天我来吧。您要一个？我要一对儿。好，这是找您的钱。是有妻室的人了，以后不要再抢着付账了。难道付钱的习惯也要有所改变吗？是吗？不过啊，
我看你这个人是不会被什么人改变的。好了，我送你回家吧。我不回家，待会儿我还要去会几个朋友。不过现在时间还早，我们一起去吃点东西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吗？好，我请你吃吧。别那么客气嘛，谁请谁不都一样吗？请。秀珠啊，我觉得你好像变了，变得淑女了。这么说，我以前就不是淑女了？不是，我觉得有所改变吧。哪儿变了？有些东西啊，是改变不了的。买的什么？哦，这送给你的。给我的？你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是吧？为什么要买一对呢？你说呢？哟，谢少爷。你们家燕西少爷在不在家？啊，在。在自己的房间还是在书房？好像是在书房。这有什么关系吗？最好没有别人在场。懂了，您请。金荣啊，哎，八小姐在家吗？哦，八小姐在，我给您请去。不用不用。啊，谢先生，您到这儿来以后千万别客气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，我一定为您效劳。哟，书房到了，您稍等。七爷来客了。七爷，谢先生来了，请。谢先生，请。吕树来了，坐。哎，这次来有什么好事情要告诉我的？不是，我是来看看你。专程来看我？绝不可能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一定有事儿。真的，真的为了我们家八妹差点撞墙啊！我说是做梦，梦见了她，我遭到她的拒绝，别撞墙了。你还当真了？可我们家八妹还很小哦。我没有什么别的意思，我每天一睁眼就想她。得，我知道了，我帮你想个法子，你呀先在这儿等我，我去去就来，好吧？好。宝贝，七嫂，你尝尝这个，这好像是土豆丝，特好吃。慢慢吃啊。吃好了。阿妹，听说你在前面已经陪客人吃饭了，怎么又跑回来了？还没吃饱呢，我有事儿要找八妹商量商量。找我？喜欢吃什么就吃点。知道了。这真是新婚夫妇甜如蜜呀、啊！瞧你们两个多恩爱。看来还是大嫂能看得懂我们啊。哎，七哥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商量啊？干脆在这儿说了得了。你真要我说吗？这可不是我的秘密啊。妈。二姨娘，上次坐南宾巷的那个漂亮男生到府上来求亲了。妈，你看七哥胡说八道什么用？我可没胡说啊。老七还没说话，怎么梅丽就先不好意思了？我怎么了？七哥瞎说，我还小呢。是，你说你还小。可我并没有说登门求亲的人是谁啊，你怎么就知道了啊？看来你心里有鬼啊，傻丫头。你也是，干嘛拿八妹开这样的玩笑？我只是逗逗她而已。八妹可是个情种啊，她没有成年人之前啊，有很多人写情书给她，是不是？你真讨厌，我再也不理你了。你没头没脑的话题，我倒不明白了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其实也没什么，这样的好事儿就别藏着掖着了，说出来给我们大家听听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其中有一个姓谢的特别的注意我们梅丽，难道
他是想得到我们的安琪儿。可不是嘛，就是他现在找我，希望我能帮他这个忙。不过这个姓谢的还真是个漂亮的人。这孩子还小呢，怎么现在就谈婚论嫁起来了？二姨娘，你别担心，这年轻人啊都有个面子问题，他不好意思托人来说，是害怕呢啊办不好传出去也不好听。提婚又不是什么违法的事儿，有什么不可以的？可是梅丽还太小，她心气又太高，我看啊还是过两年再说吧。哎，二姨娘，这事儿关键是看梅丽对那姓谢的有没有一点意思。既然他那方面是从媒妁之言下手，那我可倒要问一问。这已经不用问了，事情已经很明白了，他的人品我们该打90分。那么听说他的学问，据我所知应该是很不错的。学问不错是不错，可是你又知道多少？依我看呢，他是个大学生，那学校又不错，估计那学业就不会太差。只不过要谈到婚姻这件事情，虽不能以金钱而论，可是让一个大家的小姐去嫁给韩氏不太合小肚鸡肠的，啊？那你去找你的朋友继续通信去吧。哎哎，妈，白小姐的信，撕了。